狗手吉祥。由新西兰 TV 33电视台与乌伦华侨会所联合主办的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2018年2月3日在奥克兰 ASB Showgrounds 举行，200多个食档、干货年货摊位、多元化艺术表演，奥克兰最盛大的华人同乐日，吸引大量的市民参观，让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选购您的商品，让成千上万的群众品尝您的美食。更多详情请关注 TV 33微信公众平台 TV 33-NZ 或乌伦华侨会所网。